我的亲名叫高虎，爹娘恩爱，细汉叫你我一个人。自细汉的时阵，我就听我阿娘伫甲我讲，讲我阿兄文清，那是细汉时阵饲的养子。细汉的时阵吼，讲阿兄吼，阿嘛无感觉安怎，谁知影伊愈来愈大汉，看伊是细细一表人才。是我的心肝内对伊是非常的介意。今早爬起，西装打扮完毕，我早就有听人伫咧讲哦，讲迄个万花阁内面有一位才女，名叫林月松。我想要请我的阿兄来去迄个万花阁，互伊见识看卖啊。伊若是了解这个男女之情，后摆我著找一个机会，向伊来表现我的心意。这时阿无早，准备来去走啊。Yeah.